乡野生活，品味农村美食。大家好，我是为您推荐地道土货的山村主播。那今天我们准备杀这头黑猪啊，这头黑猪大家猜一下有多少斤？大概可能是就只有100多斤啊，因为这种黑猪它长得不是很大，它一年也就长了这么大，所以说这个肉质啊肯定是非常的好吃的。那今天我们准备把它杀了，准备做腊肉啊。接下来跟着我的镜头，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农村怎么样杀猪的啊，那一起来杀点猪。Thank you.
块土，这是真的是。吃皮吗？我是你吃皮吗？好的。多少斤？一百二十八斤八两。一百二十八斤八两。那回是一起出去。哦。